手袋细菌多过翅膀，姊妹消毒冇得懒。如果话高踭鞋系女人嘅恩物，咁手袋就更加系女人嘅秘密，里面收埋唔少便利咪咪。只不过有研究发现，原来里面仲收埋好多细菌添噶。英国一间洗手间卫生服务公司发现，两成手袋嘅含菌量达到威胁健康水平。当中万恶以 hand cream 为首，含菌量比厕所板仲要多。而同肌肤最亲近嘅唇膏同睫毛液都唔系干净得几多咋，啲细菌仲好有 taste 噶，最中意喺啲真皮手袋度滋生。报告话，我哋成日将个手袋周围等，咁好容易黐到啲细菌噶。建议各位姊妹不时用消毒纸巾，又或者酒精搓手液抹抹个袋同只手，咁就避免交叉污染啦。